佛光山各地道场今年的清明梁皇宝忏法会，除了邀集信众一起为祖先抄经念佛外，也借由众多信徒聚集念佛的力量，为日本东北大地震灾民祈福祝祷，场面庄严隆重。为了将念诵的经文回向给堂上祖先与父母，信众个个都虔诚地跟随着法师，行礼如仪。 而整整有10卷内容的梁皇宝忏经文，需要分几个阶段念诵。因此，参加法会的信众趁着休息时间，就会到佛前来看看供养的精品。原来这是佛门信徒依循梁皇宝忏经文里10卷供养赞的内容，会将每一卷唱赞的供品呈现在供桌前，祈求佛祖加持。 梁皇宝忏又名慈悲道场忏法，内容共有10卷，因此才有10供养的来由。供养物分别有香、花、灯宝等10种，信徒依照自己的需求，有的人拿着珍藏的佛珠、琉璃，还有白玉等精品，到佛前来加持后，再带回使用，也能因此消灾解厄。雪穗新闻吴芷云、赖博玉采访报道。